小猫咪在宿舍有多受室友欢迎？去室友那里找队长玩一会儿，没想到室友这里这么热闹，肯定是可爱的小队长太受欢迎了。看他们玩得这么嗨，那我当然得加入他们了。五个人的感情实在是太拥挤，把多余的室友给赶走，他们在这实在是太碍事儿了，都不能好好摸室友了。不对，是不能好好摸队长。这可恶的室友还想赖在这，现在碍事儿的家伙都走了，可以好好摸队长了。哎呀，我错了，队长在这呢，困了先睡一下吧。